也到永康去表演，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以前五六年前就在这个木栈道演出，当时呢是没有人的，比现在更凄凉，但是呢，我们很热心、很热忱的把音乐带过来这边，慢慢呢，一而三，三而五呢，很多人就开始来这边听音乐，就像大家一样。那今年呢，从这边的表演才开始一个多月，也很多朋友就开始回来了。那我们今年呢，也有准备预算呢，要用在传简讯，就是说这边如果有演出的时候呢，传简讯给大家通知。那么去年也有做这样子的动作，但去年呢，累积了一两百位以上的这个资料，但是在今年用的时候呢，传简讯的时候却是很少人来，所以我们在今年必须呢重新统计那个传简讯的人，如果说你需要听音乐，然后需要我们传简讯给你，你待会呢可以在那个小简单的 table 上面，我们准备纸跟笔，你可以留你的行动电话跟你的姓或是名字，然后呢我们如果这边有表演的时候呢再传简讯给你，因为这边的演出呢没有办法很固定，一方面是天气，一方面呢是乐团也有行程，所以也要请大家多多包涵哈。好，那时间最后呢，我们就要带来这一首真情，然后呢跟大家 say ending。那明天礼拜六呢，我们很想来这边表演，但是明天乐团呢晚上在高雄的艺大做演出，所以呢赶回来已经太晚了，所以可能没办法过来。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一样会可能是尽量播礼拜五这个时间来这边。那如果不行呢，也会看礼拜六或是礼拜三如果大家需要留资料在上面，那我们有募一些款就会用在这些团简讯或是乐器的维护上面也希望大家多给我们鼓励好，我们就带来这首真情好不好，来掌声鼓励，谢谢。再会，我流下几滴眼泪，在这个清静夜里，我们要离别，希望你不要伤悲，我会走去找回，在我们轻轻说再会，我的爱仍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我就得到安慰，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相随，只要你真情可贵，除了你不再爱谁，让我们轻轻说再会，你的情在我心徘徊。好，我们就一起打打节拍最后一次呢，待会我们有可以会唱的朋友就一起唱好不好，然后呢这首歌歌词写得很好一个礼拜大概在这边演奏一两次每次的心情都很快乐，每次的离别呢就像这首歌有点悲伤，但是呢也期待着下一次的演出下次如果大家来呢，也可以把家里面的冰箱里面的饮料或是轻食呢拿来这边呢一起来享用，不是一起享用自己享用自己享用。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我就得到安慰，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要相随，只要你真情可贵，除了你不再爱谁，让我们轻
心说再会，你的情在我心百倍。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一起来唱。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就得到安慰，我就得到安慰。在每个甜甜梦里，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相随，我们俩相随。只要你真情可贵，只要你真情可贵，除了你不再爱谁，除了你不再爱谁，让我们轻轻说再会，让我们轻轻说再会。你的心在我心徘徊，在我心徘徊，你的心在我心徘徊，你的心在我心徘徊。好，感谢大家，互相鼓励一下，谢谢。今天呢是多么一个美，多么健康的夜晚，你看看有徐徐的凉风，不用吹人气，很爱地球，然后呢，大家也节俭。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坐在木展，坐在我们义工准备的椅子上面，大家呢把心静下来，就这样听着音乐，过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让我们的内涵、我们的心情呢也慢慢变好起来了。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希望呢乐团有空。能够多到很多地方演出，也希望大家多听一点好的音乐，让我们的心灵更快乐、更健康。最后呢，祝大家呢平安、健康、幸福、美丽。谢谢，感谢您，谢谢。